你再怎么抱哦，不是不抓就抓不到，因为我在这边抓不到，抓不到。嗯嗯嗯，诈骗集团，我跟你讲，你目睭皮都闭较紧，暗路来行鬼吼，有一天你会去拄到鬼。我每天的影片跟我的照片都会有诈骗集团不断的在 IG、YT 或者是在脸书狂下广告。薇姐的粉丝专业啊，只有这个杨秀慧后面蓝勾勾哈、哦，有44万追踪者。杨秀慧粉丝专业、杨秀慧直播平台、杨秀慧分享频道，那个都是诈骗集团。每天不胜其烦，我就去跟警察报案，受理之后呢，大概经过两三个月，他就给我了一个说他已经在侦查了。我就去跟警察讲说，黑猫宅急便呢有帮他收款项，那你为什么不去问这个黑猫宅急便款项收给谁？他说哦，好的好的，我们会好好的侦办。又经过了大概快两个月，他给我了一个判决书，法院的判决书，他去告那个黑猫宅急便的老板娘。黑猫宅急便老板娘她当然就去抗告啦，所以她抗告无罪。她说我也不知道那是诈骗集团的货啊，那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能去查他这钱收给谁？她就不讲话。到现在已经又经过了三个月，我的青春啊被她耗掉一大半，每每让我落空，落到现在我真的我也空了啦。他们到最后只有一句话啊，那个境外的难查。那诈骗集团可恶到什么程度？可恶到上个礼拜他寄一个包裹来，那个黑猫宅急便要跟我收1600。我说小姐，我跟你讲，这是诈骗集团，我拒收。这个诈骗集团是不是很好笑？他是不是要惹我生气？你说你已经寄生在我的身上了，他就摆明了他就会弄你嘛，他就是这样。我在这边你是抓不到我，抓不到抓不到，他还跟你做鬼脸，抓不到，真每天很讨厌啊，生活在这种诈骗的世界里面。像诈骗集团哦，在大陆罪很重，在我们台湾哦还好哎，没什么罪嘞，为什么不把他罪判重一点？诈骗集团的王国了。政府有成立什么打诈国家队？你觉得有成效吗？有成效，我会跟你们真的讲这么久吗？诈骗集团，我跟你讲，你目睭皮都闭较紧嘞，暗路来行鬼吼，有一天你会去拄到鬼。我跟你讲，你吃这款黑心钱，你放出来是黑心的货啦。有一天不是未报，时机未到，有一天不是报到你，报到恁家的人，安尼，我感觉你会比死搁较痛苦。